由黄晓明和杨幂主演的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即将于5月1日正式上映，引发网友和粉丝们的极大关注。近日，片方抢先公布了一组《何以笙箫默》的精彩剧照，黄晓明和杨幂眼神间的电光火石令网友直呼过瘾。虽然曝光的剧照并未明确指出是哪场戏，但剧迷们纷纷猜测，应该就是赵默笙在美国归来后与何以琛在餐厅相遇的一场戏。面对七年未见的爱人，苦压思念的何以琛炙热的眼神令人无法直视，仿佛要将面前的赵默笙烧穿。而在何以琛的深情凝视下，赵默笙也难掩心中的思念，两人通过眼神的厮杀完成了感情的碰撞，令不少粉丝都直呼太过瘾，纷纷期待电影的上映，迫不及待围观这对经典情侣的深情演绎。夜色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故意借肤浅的快乐才会